他在怨你吧，但是他真的很想你。在我想他的时候，他从来没有来看过我。我已经不想他了。 我拿下我的快递。哦，好。哎，还有黄总监的，我帮他拿上去吧。好，你等一下。好。哎，你好。麻烦你把这个转交给于其然，好吗？于其然。啊，是。我是他同事，要不然我给他吧。那行。是这样的。 这个呢，是他妈妈住院的地址和病房号，你只要直接交给他本人就可以了。林飞，你怎么来了？你是不是发烧了？出这么多汗，好烫啊！你看过医生吗？看过了，药也吃过了。那怎么还这么烫呀？你快进去，我拿病帽巾给你敷一下。先坐一下。 你说什么？你再给我说一遍。那个蓝天，不是那个淑菲。哎呦，我说你能不能别吞吞吐吐的？到底怎么了？我爸的意思是说，淑菲姐应该是怀孕了。啊！真的看了？老舅带淑菲姐去妇产科，他们还在婴儿室外面看宝宝。哎呦，这进度怎么又更新了？天哪！ 我天天，要当爸爸了！哎，我说你说的到底是不是真的呀？这话可不能乱说啊！那照片不都摆在那儿了吗？而且那天在公司里面，蓝天跟淑菲说，让她千万别干傻事儿，在医院我也亲眼看到的呀。蓝天说他会负责任。哎呀，你说会不会是真的呀？真的，我听到的。老舅说他要负责到底。哎呀，不行。 绝对不行，妈！不行啊，这是人命关天的事啊！不行，赶紧把蓝天给我叫回来，我要问问清楚。哎呀，快点，快点啊！我先去洗澡，饭好了来叫我。你自己吃吧，待会儿林飞回来多尴尬呀！这有什么好尴尬的？他不是都知道了吗？ 哎哎，你会不会入戏太深了呀？老舅，别想跑，甄天真，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？没事别一天到晚找我，知道吗？有事就更别来找我了。这次可不是我有事啊，是他们有事。你外婆来了。 赶紧走吧，该就麻烦了。哎，甄天真，快告诉我，怎么了？老舅，你这回可弄出人命来了。哼，还好不是来找我的，真恐怖。 菲菲，爸的检查结果怎么样？
没事了，明天就能出院了。那就好。哎，我今天在超市买了好多蔬菜，我们晚上做饭吃啊。我现在还走不开呢。啊？为什么呀？你今天不是不加班吗？我现在在于总监家里，他生病了。我觉得还是在这儿照顾他一下比较好。于总监生病了？严重吗？你别担心，他刚吃过药，现在睡着了。等他醒了，我就回家，好不好？哦，那好吧。学长病了，不知道会不会很严重。哎呀，你过去点儿。哎，你怎么对你爸这样啊？怎么了？又出什么事情了？天天啊，淑妃怀孕这么大的事，你为什么不跟外婆说呀？孩子没事吧？是不是还在她肚子里啊？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。你说出了这么大的事，我怎么去跟你爸爸交代呢？哎呀，就是啊，天天，这是不是个意外啊？你是不是一不留神跟淑妃？你说你下次干这个事情之前，至少跟我商量一下嘛，对不对？天天啊，你这次可完大了，更新的也太快了。再怎么说你也不能喜欢淑妃啊，淑妃不好吗？等一下，现在演的是哪一出啊？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你还装傻，你还装傻。不会呀，是我没教好吗？还有以后淑妃肚子大了，怎么出来见人嘛？哎呀，天天，你就老实交代吧。别说了。陈天真，跟我解释清楚。我妈